六百马，半杯过路，年年山，斗南好买，甲土库，大笔斗六，大北市，砖头老热来西。男情女也相拜，红旗四方大发财，圣庙自费好万民，消灾解厄救苦难。六百马，六百马，香火传万代。六百马，有求必应通人知，有求必应传四海。六百马，半杯过路，年年山，斗南好买，甲土库，大笔斗六，大北市，砖头老热来西。男情女也相拜，红旗四方大发财，圣庙自费好万民，消灾解厄救苦难。六百马，六百马，香火传万代。六百马，有求必应通人知，有求必应传四海。这世间有啥款的无奈，生命的意义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顶的月亮抱庇妈妈入梦来，
阮念歌，陪阮亲密到天光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的勇敢，啥物拢唔惊。伊的宝贝，阮慢慢啊大。大汉会予你好命，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有勇敢，啥物拢唔惊。对你的思念，你敢有在听？我会求妈祖传予你。知世间有啥款的无奈，生命的意义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顶的月亮，宝贝妈妈在梦内陪阮念歌，陪阮亲密到天光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的勇敢，啥物拢唔惊。伊的宝贝，阮慢慢啊大，我那大汉会予你好命。人讲阮是妈祖的。啥物拢唔惊，对你的思念，你敢有在听？我会求妈祖传予你知影。动员动来请新鲜，三十
电，奉请妈祖神尊降临来。Thank you.
I could only ask.
天地开宗万事代一宗，因为岁主教是你贵为是一年，一属一五年头破过贵港小路第二路主林一准，三庙副路主林文烈，总干事林飞鸿，副总干事张云龙，执行长陈银豪，以及咱路主团队陈氏林长，由2013-2014年到咱个第二路主林来庭陪同。全体同恭候六人天上圣庙顶三上礼，恭禀六人天上圣庙。岁处甲是年，八月十二日，龙时吉日，土库古贵港小路红毯党铺顶礼，恭请六人天上圣庙銮驾亲临降察，以求六人天上圣庙庇佑参拜合会人等，合信得吉，人才济济，富贵绵长，所求如意。必须平衡，全体一同必属庙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社会祥和，再属庙。依照六方天上圣庙神威天地，香火鼎盛，香烟传万里，信徒满满是，我属庙。祈求六方天上圣庙有求必应。比如落下众弟子，身体健康，元神光彩，万事亨通，所求如意，请一香。
老师好啊。看一下老夫骂了哈。
啊，右边看瑞。上届孤单一个，秋天顶冬霜的风吹。咱都出入的阵吼，今仔非常欢喜吼，欢迎到房间做朋友，家人咱好好好过江南吼。小罗，党土红团安座典礼，典礼开始。全体请肃立，全体人员请向外。朝拜玉皇大天尊，玉旨高照无量光，风云何代阮虚空，代代自信虚空藏，地座威严镇十方，恭禀玉皇大天尊。今日中时吉日，六房天上圣庙土库阁过港小路，红土红大动土，并恭请玉皇大天尊庇佑奠基圆满，全体一同恭向玉皇大天尊行三敬香礼，一敬香，再敬香，三敬香，全体请在向内。中华民国113年，天文岁处甲辰年8月11日，乙巳乙午年土库阁过港小路定年路主林一俊，率领副路主林文德，总干事林启宏，副总干事张英强，执行长陈英和，副执行长李宪昌，六房天上圣母庙主任委员刘德波，以及路主团队善信林等。吉日良时，准备丰盛的三星酒礼、五果、青茶、红菇、瓦道奖品以及金银财帖，祈求处处土库阁过港小路红大动土大典圆满成功、平安顺时，全体一同恭向六房天上圣庙文武千孙四大将功，过港六房天上圣母庙、六房天上圣庙中大元帅，过港福德庙福德进行。过港镇南堂张府千岁五年王爷四王千岁，过港正龙宫中大元帅土库顺天宫天上圣庙，土库小路六房天上圣庙，土库凤山寺功德尊王德卡了金府宫金府千岁，众文武尊神圣感行三上香礼一上香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社会祥和、安居乐业，再上香。祈祝六房天上圣庙神威显赫、香火鼎盛、香烟团万里、信徒满满寺。三上香。祈求六房天上圣庙有求必应，
比如落下种地主，身体健康，元神光彩，万事亨通，所求如意。全体恭向六方天上圣母庙文武千孙四大将公再行三拜礼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一香。在恭向六方天上圣母文武千孙四大将公开场进行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行。我的鱼要大尾哦，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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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我这三百鱼款哦。我煞袂要用吹哦。我咧，把它欠放就去放的呀，哈哈哈哈哈。哦，进花楼了。啊。很贵的哦，哈哈哈哈哈。台湾很贵哈，哈哈哈哈哈。我妈很贵的家哦。哦。好奇个兼改搬，刚完啦，哎，你等下，等下来，看小姐，看小姐，哦，哦，我专工专，对啊，来来来，好，讲今年玩啊真特殊是吧？对，特别用红骨鸡，嘿嘿，新开发红骨鸡肉丸来好吃啦，爸妈，谢谢。啊，新光头什么五万五，什么要甲大家祝贺，讲讲来啊。比如明仔载啦，爸妈吼，比如天气会当风调雨顺啦，啊，明仔载上课顶内吼会当圆满顺利。啊，嘛好，他们需要顶大一节。好啦好啦，大家发啦，大家发啦，谢谢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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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拜天，全地灵灵，一
全体请肃立。中华民国113年，天文岁次甲辰年8月11日，龙时吉日，户口簿贵港小路定年路主林一顺，山岭副路主林文德，总干事林启宏，副总干事张英忠，行政长陈英和，以及先行领领金币奖品敬聘敬献文武先孙四代将功凯平将。技术人员诚实认定，诚心诚意，亲香敬拜，请平将护佑敬畏众生平安顺遂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一香。总干事来头前吼，用一个耐心听问题。一阵平安海平静，家家安乐万丈。妈祖娘娘下凡尘，桃花林间落满心。上一中，下一中，包括贵港小路、定义路主林一俊率领路主团队诚实面对，中队四大将功千顺将军以及兵将再行第二路乡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一香。一尊平安海平静，家家安乐万丈。妈祖娘娘下凡尘，桃花林间落人心，诚心朝拜显光明，万事祈求万事成。大新年8月11日，由路一四一五贵港小路路主林一俊率路主团队诚实认定，来将对四大将功以及兵将兄弟三路乡拜，再拜。三拜，请一香。
小音小音你卡通哦，无啦，今日。你卡了，紧张。
村长就是说，这次我们那个啊，头壳沟这边吼，这党托所准备在金恩兵吼，啊，咱做着介绍。哦，咱这件吼，咱头壳沟，咱特别着准备着120支吼，诶，这个金铲子要来甲咱所有咱这大帮妈的信众要来做结缘的。吼，拢总呢，咱如果咱啊伫咧明仔载这个党托以后，吼，拢总咱这个经过仪式了，只要你来到内坛内底。哦，来向咱六百妈姑婆来请示圣杯，那只要有三圣杯，就会使得到六百妈姑婆一支金铲子。哦，那这个金铲子呢，在咱所有吼老一辈的人讲，哦，金铲子它总共有三个最大的功用。哦，第一个哦，大家拢知影，在求子。哦，等于讲，那挂掉六百妈金铲子，哦，就金铲子有求子的这个意义。所以讲，哦，这一项东西咱很强，很抢手的，就是说大家拢若要来求助，拢会来找咱六百妈姑婆。哦，所以讲第二个意义就是讲金铲子会摕到厝的顶替，哦顶替，而且哦金铲子产金子，哦就讲除了顶替，佮招财进宝的这个用意。第三，伫咱农忙的社会来讲，吼以前哩，咱若求着六百妈姑婆的这个金铲子，哦拢会来做啥？摕到伊咱农具以及着咱的。固定物就是咱的米仓的所在，吼、哦，来寓意着咱的五谷丰收。所以但是这嘛是高伯在咱教化，讲哦，希望咱大家嘛，咱希望讲，哎，物件求着咱高伯的金铲子，吼、哦，来放伫咱的固定物，咱的仓库，咱嘛是爱希望讲，哎，咱嘛爱骨力，吼、哦，才会使讲哦，哎，咱的修行会愈好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高伯除了咱的信用，高伯在咱庇佑，嘛是咧教化讲，希望咱大家会伫咧咱信用内底有另外教化人心的这个作用。好，再来，伫咧咱明仔载，咱这个党托遗像呢，咱是国家子弟无形文化资产，吼、哦，了后，所以讲文化部特别非常注重着咱明仔载党托遗像，那由文化部嘛指派着文资局副局长林英南副局长，吼、哦，特别要落来咱只参务，以及着咱文林馆长张立善县长，以及呢我们的
立法委员丁学忠哦，或还有张家俊，还有刘建国委员哦，还有我们很多各界的贵宾哦，包括咱这些议员啊，以及这些各界民意代表，拢有要共同来参与到咱明仔载党土的议事哦，因为毕竟咱达邦马达邦马国宝的信用是咱五乡镇哦非常重要的信用，所以讲嘛是会信众非常的多，所以明仔载。预计会超过一千人以上会来观礼，啊嘛，搁有阮附近，吼，咱国内的这镇头，吼啊，就是讲，那爸妈伊进前，咱这古镇、古社区这镇头嘛，拢要做伙出来参与，要来带咱爸妈姑婆来闹热，吼，感谢咱大家。哇，市长就讲，咱今年恁托个过吼，咱这金蚕子吼，今年别个吼，真特殊，咱介绍者。来，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吼，我们今年吼，我们。阮土库阁安怎？阮准备的金铲子特别哦，无共款。第一，阮有用到镭射雕刻哦，来刻上我们六房天上圣母金铲子哦。第二个来讲，我们也有经过我们咱六百马古堡的净化哦，来加持哦，特别来啊，只要那明仔载会当土活动了后哦，来到阮安怎内底。哦，破三个寿杯，连续三个寿杯，哦，就会使得到咱六百马高宝的祝福加持，哦，非常感谢。好，谢谢金长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